到健康操怎么样？就是会浪费时间，好，也不健康，浪费时间。然后，所以你们觉得决定要怎么做？我们就尽量把健康操的节食举手。把它取消，减少。可以把它。那你们想到了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取消？就是我说取消也不是，就是收集文献啊，然后学校联署，我们要去跟学校抗议啊。哦，跟学校抗议，所以你们现在就正在筹备这样。对。好，那所以你们最后期望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？希望要么就没有，要么就是变就少一次啊，就是减量这样。对。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受惠。应该算没有比以前那么困难。有集气到。太严肃了。在六一六，很多人不喜欢健康操，是跟我们班差不多的。我们像健康操大家不喜欢的时候，当我们应该会问我们的活动，会比较轻松的大声。可是有很多班级不知道健康操，不喜欢健康操。